大家好，我是法兰克，看到第七集你说什么我做什么，那这一集就让我们的常进人帮我们讲一下这次挑战是什么吧。我们这次有两个挑战，第一位召唤师881631014，他出了一个数学题给法兰克，他请我来选择五张卡，总共三个回合，然后让法兰克去猜这三个回合当中每五张卡的金破总共为多少。那第二位召唤师763002168，他让我去准备几个角色的建议，让法兰克去猜。哦，所以说你是分为三个部分这样？对，就是第一个部分是看卡图猜人名，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计算金破，第三个部分就是看建议去猜角色是什么。好，第一题，妲己。是吗？是，这应该是连你都知道的角色吧？对啊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妲己，苏妲己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第二题哦，就是我难易度是有穿插的。OK。不可能吧？跟鲨鱼有关？没错，尖嘴猴腮鲨鱼，大嘴巴鲨鱼。你过来公布答案啊！它是我们的巨硕翼鲨。好吧，你打我吧。好，他飞过去了。抽一题。好，我是目标是只能抽一题以内。哦，自己的目标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来看第三题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以前他一开始，这应该是进化还是移转之后的？我现在就是这新的卡的，他是前笔。讲这么多就表示我好像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应该跟什么神兽啊、仙兽有关。我猜。好，你猜猜看，它是什么属性的？光神兽，光仙兽，光仙兽。它四个字，第一个字是。你刚猜对后面三个。光仙兽。光仙兽。好，算你半对啊，我就不丢你了。啊哈。因为你有猜到三个字，它叫少光仙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老玩家才知道的，这个角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看下一题。通天教主。欸，厉不厉害？第一奖，大家记得，大家记得这角色吗？以前应该打关卡都会蛮有名的，对对对，我也记得。我们就下一题喽。好，火属性妖精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妖精啊，但看起来应该是。叫丝什么的？对，可是真的太难了，丝。三个字，丝路玉。算了，我们公布答案哦。那个史莱姆已经就定位置了。好，答案是斯威夫。好吧，来吧。好喽，3、2、1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题哦。这个简单了吧？火屋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题哦。这个华西。下一题。好，那我现在进入下一题哦。爱喵喵，提示第一个字好了，八，那个草布八了八，八，八风特，八喵喵，巴斯蒂，答对了吗？答对。哇塞！啊，这个算一半一半，这个因为他提示我太多了啊，大家有猜对吗？这个。希望大家都猜出来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吧。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是猜金破，对，猜金破。然后就是我有三个回合，好，那我们就从第一回合开始哦。好，开始。第一个是妲己，妲己的话应该是90。现在是那个嘛，就是不死系列的，对，剑灵系列的，对，他应该是。这个我猜5好了，然后最后一个就蚩尤嘛，120。因为我说太炫就是不行嘛，不行嘛，不炫。蚩尤当时应该是260。确定哈？嗯，确定的，确定。好，我公布答案喽，是285。剑灵30啦，啊、哦，哎，那我其他都猜对啊，剑灵30。对，其他都猜。来，召唤师们，如果答对了，下面留言。下一题，我们在第二回合。哈哈。第一个是小奖，崭新的小奖，所以是5。然后第二个是哈佛，是大奖，40。然后请十加这个十几。哇塞，第四张是这礼拜新的卡、欸，真的对对对，超新的卡，大奖啊，仓币，所以是40。
但是龙死我有点不确定是不是五。第一张是崭新的小将是五，然后第二张也是崭新的哈佛，全部都崭新的，这第四张不是，第五张不是。哈佛是大奖四十，青金石是三十，长臂是四十，龙死是五，所以是120。对，好，我公布答案哦。好，答案就是120。谁？好，猜对了。猜对了，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不错，最后一题。来第三回合啊。第一张是大奖四十。那我算一下430。答案就430，耶！法兰克数学题比较好。剪影，对，我们第二部分结束了。哎，不对，刚刚我第一题答错，你要 K 我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一起 K 哦。OK， 好，来 ，OK， Go。那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，剪影的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剪影的部分第一题啊。这一题跟我们之前很有关联，我们有一集有跟他有关系。好，那个三个女生兔子那个。就是我们的命运三姐妹啊，对对 对，之前我们瓦吉，对瓦吉的时候有一个命运三姐妹。下一题，提示他拿了一把很大的武器。我不相信大家知道这个，我不会相信大家知道剪影啊，太难了吧？好，放弃，放弃吗？对，好，公布答案哦。答案是啊，贝德维尔。好，答我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题啊。下一题，我看，那这个后面的那个，这个吗？这是苏英吗？哎，不是苏英，不是苏英，他啊，银起都，我再给你一个方向。你是看这个东西？不是，我是看那里有一个人啊。他是躺着。对啊，男生吗？女生。啊、对不起，她是女生哦，女生躺，然后她有，她这边有抱一只狗，算是狮子，辛巴，我知道，光芭比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答案哦，啊，伊兰娜，对，光芭比伦，大芭比伦，光芭比伦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好，这个我就说吧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是那个命运女神的水的，叫做。乌尔德，对对，乌尔德，没错，答案就是乌尔德。哦，女武神乌尔德，对，女武神乌尔德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题哦。这个是孙悟空的亲戚，然后光属性的。没错。孙悟什么吗？对。孙悟。女生，我也看得出来。他旁边有那个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刚上礼拜的第一集，上礼拜第一集叫做……我在这找他好像有一点印象，就是这两周的第一集，梅乐蒂。答案就是太强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啦。那非常感谢各位召唤师看到这边哦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企划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吧。那第八集的留言正在招募中，如果想要获得展现在两抽的机会的话，就到神魔小弟那边去留言吧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